哎，高经理，那个我想请个假。不是小凯子，你又请假干嘛？我爸妈从老家过来，这人生地不熟了，是不是？我怕他们找不到地方，我去借一下行吗？哎，借一下吧。你爸妈来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告诉小凯子，你能干干，不能干滚蛋哈。不是你，怎么回事啊？发生什么呢？飞总，你来的正好。那什么，小凯子，这个月大家都在冲业绩，就他老请假，公司给你请假了呀。你请假干嘛呀？哦，菲菲总，是这样的，我老爸和老妈从老家过来，我去接一下的。你太过分了，王一凯。就是你太过分了，你。咱们爸妈来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？有人。哎，走，去接咱爸妈去。哎，好。哎，你这文件没做完，怎么就给我了？菲菲总，我要辞职不干了，你少什么文件不文件的？不是，你才来几天啊就辞职？什么原因啊？还什么原因？看到没有？隔壁公司来挖我了，一个月给我10000块，你才给我9800呢，不干了啊！行，我给你2万，我给你3万，我给你4万，我让你当经理。经理啊，这我让你当董事长。董事长啊，这样，我一个月啊给你5万，给你配俩秘书。两个秘书这？我一个月给你10万。10万，我还有我的公司都是你的。我给你当老婆，走，现在就去领证去。是，老板，你说真的啊？真的，哥嫂子，那恭喜了，我就走了。这我妹妹。